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啊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火影忍者》所有的决斗场游戏视频。啊，今天我还继续鹿王，还有静音，还有春野。啊，鹿王最近天天打，感觉用的还挺上手的，因为他影子术距离比较远。哎，糟糕，被他风吹到了，还有一个木头躲到他背后，要不然很容易被他绑在树上。这个吸日魂，现在好像有点卡，不知道是机制卡还是网络卡。啊，就被他绑到树上。这时候，这个带了一个那个闪电的秘技。这应该是一个网友说用这个秘技打决斗场比较好，所以说我就用这个秘技。以前还用不习惯这个秘技，因为他好像就打他一下，没去多少血。但有的时候他可以把对方的招给破了，就比如他换一技能的时候可以把他破了，用那个秘技。哎，我这个秘技好像也三级了，等级也三级了，我现在被他耗死了。好，现在打这个佐助啊，宇智波佐助啊，还是那个疾风传，每次看到这个佐助挺讨厌的。他距离比我攻击距离远，而且闪电可以点打两次，火也是喷两次。这个换的有点早，不过现在血被我打了一大半。看有没有机会再抓他两下，还好他没砍到我。哎，又喷火喷我呀，没喷到。咋被他电到了，危险还依然存在。哎，这个被我鞭子抽死了，被我影子抽死了。如果刚才没把他抽死，可能就被他风给吹死了。要打鸣人，又是疾风传。快跑快跑。好像说打决斗场用那个他，像他这种龙卷风大大的龙卷风配合比较好。啊，这下糟糕了，被他连死了。那用这个静音会放毒。啊，这他的这个秘技啊，到现在我还没有。啊，还有打这个决斗场还要用那个什么霸体的，还有一个霸体也比较好，可惜都没有。霸体好像今天打的那个小弟突袭拿到了一个碎片，霸体好像只要五个碎片，但是拿一个碎片打半天才拿到一个。他那龙卷风虽然慢，但是九范围也比较广，很容易被他吸走。哎，对方的鸣人直接被我喷死了。还打的决斗场，有的你赢几把下来，后面的就越来难打。然后你一直输两三把或者输三四把，后面就很好打。他可能匹配也是匹配那样的，就像积分赛一样，打赢了前面一两场，后面匹配的就越来越难了，战斗力基本都是远超于你的。然后这里面决斗场好像也是类似的规则吧，打这个有女智奈还是比较好打赢这个奈奈，鹿丸打他，只要躲他的虫子那招，他刚才放一技能没有打开了。他刚才木头硬掉了，躲开他的虫毒，这虫子基本就废了。他这个二技能对我没用，我又不用近身去打他，我靠影子术就可以。他这个用虫子打那个鸣人的话还好打一点，有点卡，信号才一格啊。
怎么会突然这么卡？不卡就……不过现在还好，把他血打得比较多。他应该是用补血的秘技吧？在补血，在怎么补也补不了，补满也补不满，两个一起倒。再来以后背呀、啊，一大招。啊，他又喷血喷蛤蟆、啊。我没木头了，我要用技能打到他一下才行，要不然就没有木头躲。啊，可以现在有了。就剩一滴血，直接闪电他一下都可以的。鹿王打鹿王，有的时候是怕看不清楚谁是谁。哎呀，我的蛤蟆浪费了，等技能。哎呀，亏了！假飞，他换老蛇跑啊！糟糕了，不能待在中间啊，待在中间很容易中毒啊！现在血没他多，时间耗下去对我不利，找机会抽他两下。OK， 没抽到，没抽到，这下有机会抽了。时间不够啊，看来这把只能就这样完了。哎，电了他一下，啊，时间到，被他耗死了。不过他也就最后一个了，对，我还有两个，我用这个静音照样能把他喷死。喷，喷到了吧？再来一个，来躲开他，闪电踢一下他，他就趁掌握换闪电的时间，看他换技能的时候换，但有的时候怕他技能出来换就慢了，直接一个大大姐姐、啊、做到更好，一直坚持下去。又是打有你之奶，两次碰到有你之奶，有你之奶挺好打的，硬鹿王。以前还很喜欢有你之奶，但是感觉打不到人，因为人都知道他纯毒，所以会躲他一技能。哦，找乌龟，乌龟好像我也快有了，我的蛤蟆也44、89级了，再升一级就可以招蛤蟆，招乌龟。他刚才木头运掉了，所以说用大招没问题，反正应该再慢点运，然后连着用二技能就可以顺带增加一个木头，现在不用担心，两三下就解决了。打这个咒印版的那个军马旅，哇，好危险，换错边了。啊，被他连到了，糟糕！木头还没出来，这金马里还挺会连人的。哎呀，居然歪了，影子技能都用歪了。蛤蟆又没碰到他，赶紧撤，准备随时。谁是换一边的？对他，反正大家都有点卡吧，是吧？双方都比较卡，还是说这游戏有点卡？有的是信号就那么一点点，最后一点时间 ，OK， 在最后时间把他打到没血，然后我赢了，血量比他多嘛。战斗开始。来打这个昔日红，小心他这个影子，他
他这因为很像那个铀，宇智波铀的，但是宇智波铀会快，碰到这个银子就会爆炸。砰！哎，他不动了，他是不打了。哎，还以为他不打，没想他又砰又挂一个银子出来。不打就站着给我打，什么意思？动了又一会儿动一会儿不动，要想快速解决战斗就不要动嘛。他又动起来，现在血还比他多一点，只要不被他打到就行了，让他耗死他。好，被我闪电劈了，有去血还是挺多的嘛。跟他玩捉迷藏 ，OK， 最后几秒就这么结束了。今天应该是连打了三把，连赢三把了，完胜。那好吧，今天就演示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。